知道。2009年的时候，距离现在13年前，亲自到马萨诸塞州去，那边有美国最有名的华府，是一个奥布朗学校。奥布朗在美国马萨诸塞州，就跟如果你去过那边，你上会觉得那个地方人文气息很高，那一生人那是确实是。Back to see my way with you.